着刘奕宏先生，配音工作者蓝轩小姐，立法委员蔡正元先生，还有我们 Q 老师阿福先生，以及新闻组代班主持人江敏清先生。朋友们大家好，新年夜总会大家听上来都会感谢四位来宾的参加。大家知道龙年总算行大运哦，哎呀，新年夜总会还是不可免俗的向大家拜个晚年，祝大家龙年拼经济，赚钱好神器。新闻夜总会祝大家都获利哈。开春第一发，当然最重要就是我们的这个马总统连任之后呢，那么开出了陈江内阁，应该如果没有意外就是了哈。那希望能够来拼那个经济哈，啊，这个龙年呢，希望大家能够生意兴隆啊，通四海。那么这个啊，财源广进。靠陈江，但能不能做到这样子呢？也许还需要一点时间检验。不过过年的时候啊，马总统在家苦思良策，他赢在哪里，输在哪里？哎，他把这个赢的原因找出来的，是因为呢，这个夫人呢，周美青的因素啊。结婚之前惊为天人，结婚之后惊为夫人。那夫人这次帮了很大的忙，我们来看看马总统是怎么说的。我那人呢、啊，这一个多月在外面这个奔波劳碌啊，我是十分的不舍啊。这个还有他所自治处啊，也受到相当的欢迎。有一些我们党工的朋友在现场就说：“哎，早知道如此，换他选不是很好吗？”还好这种观念没有发酵。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非常谢谢大家给我的支持啊，让我能够再次的得到人民的付托。哇，马总统真是啊，山清水清，最爱美清，百岁千岁，太太万岁。蓝轩怎么看马总统这番心当中的表白跟告白？坦白讲了，在民间是有这种说法是没错，而且甚至到现在为止，还有人觉得说啊，既然蔡英文2016年要出来再选的可能性有的话，那干脆我们这边推出另外一个周美青哦，这个女生拼女生哦，搞不好的话呢，反而第一个女总统不是蔡英文，是周美青。那我想，这个对于周美青在选举过程当中的一些功劳苦劳，我觉得都是功不可没，是真的还蛮明确的啦哦。那只是说呢，这个马英九拿这个话有点像自我调侃，然后新春的时候呢，讲一点点有趣的话，我觉得倒是可以啦、哦、而且事实上也是事实嘛啊、哦。但是的话呢，我真的还是觉得说，对于马英九来说，当然玩笑不玩笑，还是得想想看为什么他得要靠周美青啦。我觉得那么多的一些全世界的总统在寻求连任的时候呢，靠夫人呢帮他那么一大把的呢，其实应该不是那么的多。那所以呢，对于马英九来说，我想他自己也会知道自己任重道远，他也会知道说大家托付给他这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到底希望他做什么？总不可能未来四年就要周美青垂帘听政吧？是台南公司呀，你不了，义宏大哥你怎么看？果然没有连任的压力的，话就这样子随便说了，对，太轻松了。马英九讲笑话，一般人都觉得不太好笑，有点冷。不过今天他今天讲这个笑话，底下笑的，我觉得那个笑的声音很真诚，果然压力减少了。因为他讲的是事实嘛。哎，对对，那我难得看马英九这么轻松，哎，还不错哈、哦，不错。可是轻松之余啊，马总统有没有仔细想想哦？哎，这摆赢你都要啊，想那无顶一抓赢一票。马总统是说，哎，他这次能够胜利的原因很重要，是因为政策符合人民的需要。干不要呢？马总统，老公，那你狂买几点？各位，这次的选战，大家可以说历尽艰辛，我们能够得到胜利，事实上是因为我们的政策符合人民的需要，并不是我马英九个人的成就。我的第二任，在法律上是从今年520开始，但实际上从今天开始，我今天就开始想，我要在这一任怎么样能够完成我们上一任没有完成的任务之外呢，能够更往前迈进。过年期间，除了到大年初一到初三，我到各处拜年拜庙发福袋之外，从年初四开始一直到昨天，我足不出户，在家呢可以说是闭门思过，我们到底在哪些地方出了问题，让我们没有办法像四年前这样的有比较更令人这个兴奋的这个成果。行政院在明天呢、啊、会完成总辞，那内阁的改组很快的可以就位，就让我们真正的蓄积能量，做好准备，大步的再出发。
今晚上马总统欠伊袂歹哈，用周了搞，不是新不搞，是政策对的，不是我马英九个人的声音，我刚刚袂歹，但是他所谓的政策对的，可是他又说他要闭门思过，这两个看起来就很矛盾，你怎么看他这样讲话呢？嘿，他是客气啦，小心矫情啊，什么矫情没有了、啊？我觉得他很爽，他很爽，但是故意这样矫情这样子，他是客气谦虚啦，所以把太太捧高一点，回家日子好过啊。这个把同事捧高一点啊，以后多多配合啊。那把这个政策这个捧得高一点，啊，自己谦虚一点。我想二任总统追求历史定位哦，这种态度是正确的。不过可能他闭门在家想个三四天可能还不够，因为因为我们国家问题很多，他闭门慢慢想的地方还是很多，所以这个时候要多给他一点鼓励啊跟肯定。我们去倒回来讲，如果今天你不是马英九来选，换上其他人选会不会更好？嗯，可能也会更糟啊，可能更糟哈。所以啊，想甭想啦，这马英九也未歹啦，但是叫我放丢啦哈。他当然是开玩笑讲说，还好哈，国民党提名这个没有提名周美青来跟他竞争，那如果在党内出现，搞不好就被周美青打败了。他担心的是说，民进党会跑来找周美青去选下一届总统。好，我当然这是玩笑啊，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哈，他说政策对了，就表示民进党政策错了嘛。那就是民进党到底哪些政策错了？那如果以后民进党把这个错的政策做了调整了以后，那国民党优势不在了，那国民党还要靠什么来赢？嗯，哦，这个是马英九要深思的。当然，马英九不用个人，不用自己总统，不用再竞选连任了，没有这个压力了，他也找不到官位可以摆了嘛，哈、哦。所以唯一的工作，他的历史责任看在什么地方？他能不能让他下一届当选？那下一任的人如果不能当选呢？受的错误都怪他头上去啊！这我想，这目前他最担心的，所以讲什么历史定位，一定要反映在下一届他国民党提名总统候选人的选票上面。这个台是他目前从现在开始哦，一年365天，然后还要乘以4，他还有很长时间好好想了哦。这是他最大最大的挑战。是，比如总统，我觉得总统塔夫托，他做总统后来只选一任，他做总统最大的坏处就是。没有升迁的机会，确实如此。马总统也是一样，没有升迁的机会。但问题就是，刚刚蔡委员讲得很好，就历史定位还包括下一任的接班人，在国民党内部以他的延续的气势，给求个继续执政，让国民党政策继续在马英九执政之后的后马时代继续能够延伸执行哦。但问题是，这抓的票确实比2080减80万嘛。啊，马总统想这么多天，是想嘛是想不？义宏大哥，马总统究竟有没有搞清楚他为什么少掉80万张票？闭门思过四个字就可以一笔带过吗？我觉得他搞清楚了啦。真的吗？真的。那你认为他输掉这因为少掉这80万票的原因在哪里？明星的光环不在嘛？他是赢在路线正确，就是他所讲的，我们的政策是对的。是。但是人有没有错我不知道，但是目前国民党找比马英九更好的人吗？我看大概也找不出来，除了周美青之外啊，但周美青不会跟他争哦，大概也找不出来。那这种情况下，马英九讲我刚刚说他矫情是有点开玩笑啊，他当然就他其实很爽，他这次赢哦比2008年那一次还爽，因为他这次一开始的民调他是有可能输掉的。对对。那上一次选举他遥遥领先嘛，他是赢多赢少而已，就赢这次哎打了几乎平手。居然能赢80万，这超乎他预期啊！你说他很高兴，嘴巴讲哦闭门思过，他根本就是那几天都在家里很爽。那当然也有在安排什么接班了啊，内阁的人事也有在调整啊。那我觉得马英九他是有检讨，有检讨到底他检讨出什么东西来，会不会真的跟我们讲？那其实也不必他检讨了。很多名嘴都帮他检讨过了嘛，把所有名嘴骂他的哪里错的整理起来，那一本就是了、啊。是，好是。来照相，马总统刚也在这个我们刚刚谈话当中看到，他说希望选前他就这样讲，说希望能够大刀阔斧，脱胎换骨。可是现在从这个新人事布局来看，他脱了什么胎，换了什么骨，大了什么刀，阔了什么斧。其实基本上我要这样讲，因为现在还在过年期间，在元宵节之前，我从小的家训，这时候都要讲好话。而且今年呢，龙年对不对？我犯正冲，所以我更要犯太岁，所以我一定要讲好话。所以呢，我相信马英九讲的都是真诚的。更何况周美青讲过，马英九说谎的时候脸会红。我刚仔细观察，他没有脸红，脸不红气不喘。对对对，代表他是真诚的。不过马英九讲的里面最真实的话是什么？他其实不只是这一次。上次08年，他都是靠第一夫人赢的啊！
零八年要不是有吴淑珍那个人在那边，他怎么可能赢这么多？那这次也是靠第一夫人，所以他真的要脱胎换骨。那当然零八年那是因为对陈水扁还有吴淑珍的问题，这一次其实我真的是觉得说已经竭尽所能了啦。那个在这么一段时间里面，这个内阁陈江内阁或江城内阁陈江内阁什么都一样，他其实只要学周美琴一件事情。周美琴是因为我这个是亲自有看到的，周美琴在跟民众谈话的时候，周美琴是一个小时里面倾听五十分钟，眼睛看着你，然后呢听你讲什么，然后不会记笔记，不会低头，不会辩解，然后把它记下来。我觉得马英九作为一个总统，这些政策是将来陈冲的事情，是江宜桦的事情，是那些部长的事。你作为一个总统，你其实这为什么少这八十万，你就多学学周美青，不要低头再记你的笔记，跟周美青多学习。一个小时里面马英九讲五十分钟，改过来周美青是听五十分钟。哇，这个创下也是 PTT 一组的啊，希望能够给听我嘴捣乌鬼。但问题是哦，卡扎曾子贡过去顾问啊，用用人之下呢，用师者亡，用友者霸，用徒者亡。用大师啊，这个国家就能够在世界上称王；如果用好的朋友，用真正的政友，他就能够开始有霸王的味道出现。但如果用一些啊专门拍马屁的奴才的话，这个政权就会被轮替掉。那下段回来我们要看看，就究竟马总统这一次的内阁布局上面，除了陈江打出一张好牌之外，那其他的是不是也如同在选前民众投票给他时候的一些期望，有符合社会期待吗？我们稍后回来讨论。